今天我们来介绍时蔬烤鸡翅的做法。一道时蔬烤鸡翅颜值漂亮，外皮鲜亮有食欲，吃起来略带一点点甜味，非常好吃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 将洗净的鸡翅两头剪开，顺着骨头往里面剪，这样就能轻松地把骨头给抽出来了。鸡翅放入碗中，加入奥尔良烤翅腌料，清水拌匀，然后腌制4小时以上。土豆、胡萝卜切成条状，芦笋切断备用。 将蔬菜填满鸡翅的中间，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 190度烤10分钟。准备一个小碗，放入油、蜂蜜，搅拌均匀调成料汁。将料汁刷在鸡翅表面，再放回烤箱烤15分钟即可。 技巧：刷一层蜂蜜料汁会让鸡翅外皮更鲜亮，吃起来还略带一点点甜味，风味更足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